大家好，我是阿里木江。读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，我们新疆人也是特别喜欢读书的。最近我们洛浦县开了一家书吧餐厅，深受年轻人喜欢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好吗？可以看到书吧里面看起来又大方又温馨，而且还带有民族风格，顾客可以在里边边吃饭边欣赏各类文学作品，边享受各类美食和饮料。他们这家菜单里面有可乐鸡翅、披萨、意大利面，还有各类咖啡、奶昔、果汁等，还真是我们适合我们去放松休闲的一个好去处。